大家好，早安，欢迎来到智令力 Summit 2024的第二天开场。大家昨天应该消耗了不少精力，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应该会赶快慢慢的过来，然后坐到位置上。那我先一样重复讲一些简单的规则，然后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吴伯敏，彭明武，然后社群里面的人会叫我 PM， 我是今年的Summit 的总招。一样开始之前要宣布一下我们的社群守则啊，致力于社群参与者应该共同致力于提供一个友善而且无骚扰的环境给每一个参与者，无论其性别、性倾向、年龄、身心理状况、外貌、族群、信仰、政治立场或技术偏好。那简单的说，就是请各位都要尊重每一位参与者。那网络上网站上跟各位报道所使用的 OPAS 上面都有我们的社群守则的全文，请阅读一下。那如果有发现让你觉得不舒服的骚扰的情况，在 OPAS 上面还有在网站上面都有通报的管道，可以马上通报给我们大会处理。那再来是一些简单的参与的方式，写共笔和问问题，我觉得昨天看到的情况好像大家都还蛮适应的，就是共笔是大家都可以连线上去一起记录演讲内容的笔记，然后 QA 就是用 Slido 有QR code， 所以大家在这间会议室的时候，大间的会议室的时候可以扫描 QR code， 然后在会议现场就会议过程中就可以问问题。那在其他两间会议室可能没有这样的 QR code， 你们还是可以用手机上的 OPAS 的App 点选里面的议程表，议程表里面有提问的连结，还有共笔的连结。那关于翻译，如果你们昨天有使用 YouTube 收听华语英语对译的即时口译的话，今天记得要更换连结，我们两天用的 YouTube 口译的连结是不一样的。那你们会在包括这个会场和其他的会场看到像荧幕上面这样子的 QR code， 扫描上面的 QR code， 这个 QR code 就可以连到对应的 YouTube 口译的频道，然后收听华语和英语的口译。那我把这个画面留久一点，让这边的外国朋友可以现在准备一下，然后收听我们的比较顺利，收听我们的 keynote speaker 的口译。那等一下的 keynote speech 也是英文哦，所以如果各位是中文使用者的话，记得也要接收这个口译的频道，才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好吧，好。如果是华语和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话，也可以使用我们的 UDTalk。那 UDTalk 的使用方法可以在报道处拿到小卡，上面有告诉你们怎么样安装这个 App， 还有设定它，就可以接收 UDTalk 翻译出来的字幕。那还有一些简单的参与的方式是Unconf。我们昨天有说过 ，Unconf 今天会投票，提案和投票的截止，我们把投票的时间延长到今天中午12点，然后提案的时间延长到今天中午12点，请大家记得要去提案，就在白板区，就在你们出会议室之后，要出这栋建筑物的时候的楼梯的旁边，那白板区都可以提案跟投票，提案时间到中午12点为止，投票时间也是。如果要投票的话呢，请记得为你们最喜欢的提案投票。投票的方式是用你们的 badge 识别证上面背后的这个贴纸，贴在你们最喜欢的提案的那一张提案单上面就可以了。再来是闪电奖，闪电奖的报名也会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位置一样是在白板区，所以随着 Unconf 的截止，你们就可以在旁边排队报名闪电奖。闪电奖是先到先赢的，所以你如果真的有很想要讲的议题的话，记得要及早去排队。然后每一个议程的时间只有5分钟，会在今天的大会最结尾的时候作为焦点的议程之一。
那再来是鼓励大家去多聊天，除了在线上的 chat room， 还有在会场里面跟大家坐在隔壁的人聊天以外，我们活动这个大会有很多不同的摊位，有很多有趣的 NGO， 包含在三楼跟四楼都有，所以请大家抽空去各个摊位多多聊天，然后在四楼还有提供免费的茶饮，所以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喝茶。那每一个摊位呢，我们今年有一个特别的小活动，是每个摊位都有一个印章。那各位的各位来报到的时候，手上应该有拿到一份折页，在这个折页上面可以盖上每一个摊位的印章。收集满每一个摊位的印章的话，我们的纪念品有优惠，所以可以请大家多多去聊天，然后收集印章，然后拿优惠。另外，在这个折页上面，除了会议程的资讯以外，也有一些服务资讯，包括午餐的位置，还有我们的茶饮和咖啡厅的位置。所以，如果要使用这些服务的话，记得看一下折页，了解一下他们的位置跟使用的方式。再来是谢谢，一样。讲到大会的纪念品的部分，除了收集印章可以兑换纪念品以外，还有更多的纪念品的优惠会一起公布。那我们会透过大会的 OPAS 的广播，告诉大家今年在最后一天、最后的几个小时，我们的纪念品会提出怎么样的优惠方案。所以请密切注意我们的 OPAS App 的上面的广播。那最后讲一下在会议厅里面不能做的事情。第一个是不能够饮食，在包含在这三个会议厅跟四楼的交易厅。那外面的公共场所是可以，公共区域是可以饮食的。再来是带着红色警绳的人，请不要替他们拍照，尊重他们不想被拍照的意愿。那最后是请不要骚扰别人，再重复一次社群守则的简要的精神。那再来是我们的大会的合作伙伴，我就不再重复念一次他们的名字，但是请大家感谢一下他们，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才能够每两年都举办一次这样的年会。谢谢。